欢迎来到 News T T 七零，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为什么《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播放量要远超《江夜》两部曲呢？自从两千零一年杨幂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几乎每一年都会推出一部国产玄幻剧作，例如二零一八年的《香蜜沉沉烬如霜》，二零一九年的《江夜》，二零二零年的《琉璃》。 还有两千零二十一年的《千古绝尘》，以上四部几乎部部经典。而要根据播放量来做个排名的话，显然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香蜜沉沉烬如霜》名列前茅了。这两部剧的总播放量在几大平台汇总的话，都达到了三百多亿。随后依次是七十多亿播放量的叶《姜夜》，五十多亿播放量的《琉璃》，和三十多亿播放量的《千古绝尘》。 由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已经被很多作者翻来覆去的评论了无数遍，所以小编就不在这里再去赘述了。今天要聊的主角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和《江夜》两部曲，因为无论是从演员阵容、集体颜值，还是剧情故事，这两部剧都是有得一拼的。可是， 为什么看似两部旗鼓相当的国产剧作，在播放量上面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要解答上面的问题，我们的从细节里面找答案。香蜜沉沉烬如霜在很多细小的方面做的就是要比将夜两部曲要好。首先是在剧情内容上面，无论什么类型的电视剧，都不可避免的会有灌水的部分。 《自然香米沉沉烬如霜》和《江夜》两部曲也免不了俗，只是灌水须谨慎啊！灌水越多，观众的观感也就越差。例如《香米沉沉烬如霜》里的这部剧的灌水部分，大多来自于女二号刘英和男三号齐渊的身上。其实这两人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但女一号和男一、男二号的表现实在是太亮眼了。 以至于女二号和男三号的戏份就显得相当的多余，几乎只要是看了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在女二号和男三号的戏份上面都是快进看的。至于江夜的两部曲，灌水的部分实在是有点太多了。整部剧除了宁缺、桑桑、莫山山、夫子、书院众人以及几位主要的反派之外，像那啥鲤鱼兄妹俩的戏份啊。 简直是又长又无聊，全程快进观看。还有西陵那边的几位小蚂蚱蹦跶来蹦跶去的，没啥可看点。而且江夜最无语的地方在于烂尾，第一部烂尾了，第二部同样的也是仓促烂尾，这不是明显的水是什么？所以说呢，江夜两部曲的播放量比不过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播放量也是情有可原的。其次呢？ 一部优质电视剧的配乐犹如点睛之笔一样，优秀的电器剧情加上优秀的演员演技，再加上动听的配乐，那样的一部电视剧可以堪称完美了。就《香蜜沉沉烬如霜》而言，这部剧里的三首插曲都像天籁之音一样，将这部电视剧升到了最顶端。毛不易和萨顶顶不同版本的《不染》堪称整部剧的灵魂。当歌声响起的时候。 那感觉简直太美妙！还有萨顶顶的《左手指月》，这首歌现在还躺在小编的手机音乐库里呢，有事没事就拿出来听听，而且一听就是半天，百听不腻。还有杨子和邓伦合唱的《天地无双》，当音乐响起的时候，香蜜沉沉烬如霜里所有的精彩片段全都在小编的脑海中像走马灯似的翻滚。而江夜的歌曲呢？ 显然没有《香蜜沉沉烬如霜》出名的多了，江夜就一首《永夜》还蛮不错的，其他的配乐都不怎么突出。看，单单只是音乐，《香蜜沉沉烬如霜》也好听的也要比江夜的要多。最后，则是在配音上面，国产的绝大部分电视剧都是有专业人士配音的，专业人士的配音字正腔圆、四平八稳，但听得多了。 也就感觉少了那么一丢丢人间烟火气息，而这个时候演员自身配音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当这个演员自己的声音很有特色的时候，对电视剧是个很大的加分项。而《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的锦觅、旭凤和润玉，均是演员自己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且好听到不行。这其中就以杨紫的配音为最。 可甜可盐，还能可怜，各种让人永记于心的声音都能被他拿捏的死死的。再反观江夜，就少了那么点意思了。江夜的人物虽多，但在声音方面倾向于四平八稳，不怎么突出，至少跟《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的角色相比较要差了那么一小截。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不就配音差了点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 这里差一点，那里差一点，到时候累积起来的了，就差的不止一星半点了。算上灌水戏份、音乐差距、配音差距，也难怪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播放量会远超江夜了。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